因为唱歌跟平常做主持还有做 MC 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是投入了，还有你要运用你的声线，也是要唱好那个歌词，不能就是随心吧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配合，要很专业的训练才可以。Band 对你的训练，你自己觉得专不专业吧？阿斌也是有帮助我去练习唱歌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很紧张，那他就教导我怎么去发，就是用那个口腔那个肌肉去把每一个字发音发得比较舒服一点。他对你的评价是怎样？他没有什么对我要评价，只是帮助我去练习吧。我留意啊，柏豪同埋啊 Ben 嗰個《兩小時 Camping》嘅節目，有冇啲觀眾口碑點樣樣？我也是每天晚上有追看这个两个小生去 camping， 我觉得大家每个主持都很真实，就是他们都很真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想法，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。Ben 喺节目入边嘅甜蜜宣言，你有冇感动到啊？他有没有感动到我？OK 啦，他平常也有说的，不用担心。